接了一个化妆的，洗澡出来化妆了，现在上班，刚好是我们小区隔壁栋的，现在去他家，他要100天，小孩满100，1周岁，那时候结婚没得摆，1周岁来给他化个淡妆。用35分钟完成任务，因为他化一个比较淡一点的妆。真的化妆是要练出来的，以前我很怕上手去化，经常化就觉得很得心应手。经常化卷起来，和我的会又开启，两人一份。你把蛋夹了，蛋是你的，我有点咳嗽，我不敢吃。好嘞，来，柔柔高兴，生日快乐。起码不用吃臭馊的，那天你朋友太搞笑了，带来都馊了。他昨天晚上带来的也是馊的，是有点味道了。这辣椒给你吧，其实我不能吃，我是不敢吃，这几天喉咙痛。菜椒吧，青的这个，红的这个不辣，绿的那个辣，一点都不辣。再给你一点饭，我感觉饭还好多哎。够了够了，等下去鸡汤哥那里叫他给一点粉汤来泡一下饭。这个汁已经够了呀，没有饭顶的不够热，我感觉够了，菜够热。你那不要夹给我。可以可以，其实这个饭也是剩饭的，菜不是剩的，菜是现煮的。他不在外面吃快餐。一吃带来全脸弹润柔滑，观众所以全脸带来一种不会辜负最真诚的最好的大米辣椒液，从选取秋田最好的大米开始，20多道复杂的工序，每一道耗的都是经验与对品质的追求，128天的精心发酵与守候，最终才酝酿出珍贵的大米发酵液。大米发酵液的高渗透性着实让我们惊喜，以50%浓度的大米发酵液代替水，更好地促进了 AOG 成分的吸收，创造出富有弹力和光泽的闪光弹肌肤。这就是墨科胶囊水，不为时间所动，墨科几乎时间管理专家。喜怒哀